尤其伫向公所主办，每年伫休假期间，拢得到热烈回响的农村小旅行活动，又搁要开始举办了。地主公所表示，大拿、大干、也搁头社三村，拢有真丰富的产业佮人文特色。每摆体验景点，拢予游客留下美好回忆。而今年活动是为7月15日开始来进行报名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去伫网站来进行查询。休假期间相当受欢迎的溪底乡大大带头玩农村体验小旅行，即将在7月15日开始在网站上开放报名。溪底乡公所举办记者会，欢迎游客带着大小朋友做伙报名参加。每一年，阮伫拢这个季节会举办着暑假，举办着这个深入我们休闲农业区，体验我们农民、我们农村生活、我们的产业、我们的生态的部分。咱真希望借着咱这个暑假吼，会使予咱遮个家长带着咱小朋友来阮溪底乡，深入的了解我们鱼池乡的产业，然后深入了解我们休闲农业区里面的各种生态、各种作物，让大家更加熟悉着咱溪底乡。溪底乡的大拿、大干以及头社三村有真丰富的产业佮人文特色。每年举办大大带头玩的农村体验行程，予游客会当亲自认识溪底乡。行程的安排也拢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大拿村吼是伫九族文化村的周围啦吼，伫边啊，这里是大拿村。所有主要的农产品吼，第一就是香菇，第二就是咱的虎头兰，以及现时真。行的这个咖啡，欢迎大家来参加阮这次办的活动吼，带头玩啦。涉水内底今年有办一个较正统的红茶风味餐吼，这里的外口算食袂到的啦吼，但是因为阮有迄名额限制吼，办两天尔吼，名额限制额满为止啦吼，欢迎大家若有时间吼，带恁的是大甲一寡小朋友吼，会使来参加阮这个活动吼。虽然是只有一天的农村小旅行，但当体验的行程是相当丰富，真适合亲子共同参与，在生态、产业甲人文都会当得到真大收获。溪底乡公所欢迎民众踊跃报名来参加。记者金山采访报道。